这个没了嘞，沙桥，那我就那一瓶吧。睡了哦。Hello， 你多久没有健身了？健身哦，就是应该五月初吧，大概吧。那个时候政府说大家不能运动的啊。那你在家有运动吗？好像没有呢。刮脚，哎，我的腹肌，哎，你看，肌肉都没了，光沙小，哇 ，It's good drink。那你还喝？那怎么办？我不喝怎么办？放在这里浪费食物，可以吗？沙小。大家好，我是欧亮，欢迎收看《电视金曲屋》。很久没有去运动哦，导演在讲哦，然后我就今天就来运动哦。那你的裤子怎么比别人还要短啊？是我们足球有的时候就会做这样子、太短了。没有啦，这个，如果你的大腿很大，你说用这个欺负别人，给他们看这样子，还是跟外面的漂亮的女生看一下这样子。女粉丝喜欢吗？没有，留言一下，你们不要跟导演讲没有，你说有，太变态，你放下来啊，我都不想拍，放下来，下一次再看。今天我要来跟你讲一个好玩的 app， 我看一下，跟运动有关，沙小，它有很多东西呢，对，它有21款小游戏，它有多久了？所以你就跟我讲转接什么？对啊 ，interesting。可是我觉得这样子用手机玩一玩这样子我不会累吧？它不是用手指而已，什么东西？它是有 AR， 就是它会整个荧幕，然后你要一直跑来跑去这样，然后你的动作有没有正确？这个有意义哦。可是我觉得我不会累，我看得来了。你要先热身，热身真的会很累。好，热身来。怎么太快了嘞！1、2、3、4，国家的军官来了，国家的军官来了，1、2、3，好，这个我喜欢了。好，你准备好了吗？对啊，准备好了。那就再跳一次吧。跳一次。光沙小，阿大勇，我们第一个是哪一个？第一个是这个 reaction flow， 它是训练你的反应速度，你要从1、2、3、4，然后最后按蓝点。简单。那就我帮你按哦。OK， let's go， 大家来吧。3， 我跟黑龙手有那么多吗？来吧，1、2、3 ，let's go， 黑龙，1、2、3、4，1、2、3、4。我的心率哦，98呢，这样就很快吗？他说对，你说奖是多少？嘿干，5300，傻小，我真的很烂。第二个来，你第二个给我，刚刚那个，这个、哦、多久、哦？下一个是足球有关的哦 ，Interesting。他等一下你就是要一直这样左右踢球，然后也是要碰那个反应的东西。我以为会有人守门员呢，这样你导演就等守门员呢。才不要啊，好恐怖哦！哦，这样子哦。他叫你先刺激。哪里？多小？
帮你打。快点，最后加分时间还有3秒钟。107，99分，最厉害多少？417哦。走下来，这么厉害。才第二个游戏耶，你练完完再回家。来来来，下一个。好，开始喽，赶快挣钱挣钱。3, 2, 1，好。打开，我们是三个麻瓜，我是方宇，小兵，小爱，这里是 VS Media。想让更多人看见你吗？欢迎来投稿，投稿连结赛。118。118。累死，你788分哎、欸。不。下一个喽。哎、欸，等一下。干嘛？休息。没有音量。休息够了吗？你不是常常说你数学很好吗？我数学太厉害了。这里面有一个是算数学的、欸。哦，好像不错。对，不错吧 ？Give me。我错了。哎，你帮我讲，你数多少？你看，我看你数的多少。我不要。哦，再来呢。八。哦，好厉害啊！三个。13啦。不了。小三。这怎么说？哎，乘法。一呀。天哪，这也太难了吧！六，16。那这要跳多久？我们在29，这好像要跳一辈子。这个我不知道，我这个没有看，我没有看的，没有看。他到底要跳几个？想到算了。跳的是。这要跳多久？我们在。然后他那个进度条在写，你的分数要被扣多了啊！你的跳太慢。不是，跳很慢，跳很慢。你要 speed up， 359分，最厉害多少？2210。这个人是到底哪里来？你在拍哦，我帮你拍你掉。游戏都玩完了。对，我玩完了。我来的时候大概我88公斤呢，现在应该85吧。哪有那么快？是脱水、啊。有那么快？我们有那么快？真的。那你今天最喜欢玩的是哪一个？最喜欢玩的第一个，因为那个分数比较高，1700。哎，挑的这个，然后跳 box 里面盒子里面的那个最难的。快死了！我跟你们讲哦，你们就在家里运动哦，这样子就好了，不然一起乱跑哦。你们乱跑就可能会生气哦，好不好？大家在家里哦，记得帮欧良订阅、按赞，再见了啦！黑的进球，下次见。先睡觉一下。你先睡。我以前是守门员呢。你也是守门员？对，那想要赌上你的尊严。太快了吧！输了，完蛋了！还好你不是守门员。没有，这个地太硬了啦，没有。哎呦！30，这个不简单哦。
我知道现在刚明要练拳的时候要去哪里，这个就好了。哇天哪，你的额头都是汗呢。很多台湾人觉得我们黑人没有流汗，真的有。我觉得你的汗没有很清楚哎。很清楚是吗？你眼睛怎么了？你看傻笑。我觉得你再跳三次应该会更清楚。是，好好笑。